将军。待会儿你看清楚这个人。哦。你记得我吗？记得。人有五名，代价有三个。景元，你不是其中之一。人有五名，代价有三个。你是其中之一。好久不见，星穹列车上的各位，我是卡夫卡。时机不错呢，大家都在，似乎都在。迷人的自我介绍就大可不必了。星河猎手，哼，姬子，对吗？很抱歉打断了你们的聚会，但相信听完我的请求，你们会理解我的冒昧。我要请你们变更目的地。月天即将开始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两位为救我而战，罗刹又岂能事不关己？好好待着。总算来了。雕虫小技，你的一举一动早在法眼瞻测之内。泰普斯浮悬，要饭现在由我接管。如何？喜欢这个真相吗？走吧，二人，还有两个地方要去。小心，那东西正在变化。